好，那现在放完之后呢，好，然后把它拿进去加水，加大概到一半，到一半的高度就这个等一下我们一起进去一起灭掉，对，因为好加水，哎，整放进去会比较省力，然后水可以开很大。好 ，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灭菌篮里面去。好 ，OK， 然后整个拿到我们的杀菌釜前面。好，放着，先放着。